吴建、蒋敦豪。俊哥不用说了，然后我希望这次能真正的跟吴建组成一个乐队。蒋敦豪是必须的，俊哥也可以。我们在私下其实已经谈好了，如果我们组成乐队，就是那种蓝图画的已经特别美好了，就是上面的彩虹都已经飘起来了，就那云朵都已经特别美好了，已经。人四名票数最高的学员担任临时乐队的队长，第四名的是周俊，第三名蒋敦豪，第二名吴建。咋了？他们是不能互挑吗？他们俩分开了。我终于能够有机会能够和吴建、俊哥组一个乐队。每位学员进入通道将有一分钟进行互选，如果房间里的学员希望与之组队，就在一分钟内打开房门，超过一分钟未互选成功，该学员即视为留局。好了，吴建进入选择通道，倒计时一分钟开始。嗨，倒计时一分钟开始。你们把门关上。我知道，我们只是 respect。我们还是要争取一下。不用了，不用争取。不用，直接来。开心啊，真的开心，就是总算是有那一个阶段能够和吴建在一起吧。哎呀，我总算跟他一组。周俊进入选择通道。走。我你进去了，但不代表你可以选择吗？我在这儿呢，你要不要来看一下我这房间？看一眼啊，看一眼。俊哥说太棒了，下一轮据说是我们能够在一起好好的组乐队了，商量的特别好。然后周俊竟然站在那个走廊里犹豫了。那你怎么打算？我怎么打算呢？咱咋打算不行啊？你在这犹豫什么呢？我跟你讲，就是男人都是大猪蹄子。你问一样，你看我会不会？我现场我知道你肯定什么都会。若即若离的希望能把他调进来。周俊还是想来我这边，他心已经到这儿。俊哥，一分钟，真的。我主要我答应他。我用同样的方法把他甩到了我的房间里面。哎，安心了。不容易，我们几个人的梦想。每周六优酷独播，用音乐寻找志同道合的灵魂，一起乐队吧。